Thirty 德古拉 ，Number 55阿修罗。他超哥，你觉得肯定会哦，因为我想台钢猎鹰不管对如虎台翔搭配阿修罗以及德古拉，这是在台南台钢猎鹰台德古拉哦慢动作到拉拉连线的时候，很早就已经示范了。那当然今天所以胡龙茂来手还是有一点辛苦。这个这样的一个球有点难以想象，对，是比较少见的、哦、目前联盟的助攻王啊，哇，好，这边高举高打多啊，又是把贡丸直接放到锅子里面，看一下吴一斌，哇，这知道他的意下如何啊，秒了，吹一下吧，哎呦哎呦，掉到另外一边没进，但是摆脱掉这个再补没有啊，结果得补了，哇，差距看到哦，德古拉卡到位置有没有办法上来，三秒钟为例吧，巩固啊，我们再来看到前面，哇，前面其实汤马斯可不可以说他有哦，这边是啊盖在球上啊，所以这个角度就看得很清楚，基本上也没有犯规啊，对，外线没进，哎，上来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这边是整个把手给拉住，然后再给个地板球，已经起身了，德古拉，底线球，这真的没有人挡得住了，已经，哇，不好的角度啊，对，还是要出手，看到胡凯翔，再来看一下。因为其实外线多多少少都有机会的，但是现在看起来金哥三分球，胡凯翔这次出手歪了，但是有德古拉哦倒在地上，赶快把。